Hey everybody, it's Marie from Asian Boss. China is a country where a long historical tradition intersects with rapid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s society progressed both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conflict soon began to emerge as the old met the new. The perception of marriage is no exception. This time, we hit the streets of Shanghai, China, to ask young Chinese women how much pressure they feel when it comes to getting married, and see how it compares to the expectations of their parents' generation. Curious about their answers? Be sure to watch the video till the end to find out. <音>那你是不是觉得说小孩就是结婚是一件很必须的事情啊？应该是必须的，做人嘛，也这个结婚是肯定需要的，应该要结婚啊，这是成长的必须条件。如果他不结婚，我感觉到无论从他从心理也好，从生理也好，还有其他方方面面，我觉得不好。对一个人而言，我想，他要报答报销他的国家，还有应该要对父母的一个。 就是孝养父母的心生智慧。在中国，一个单身的女性，她几岁结婚是合适的？25到28周岁，因为比较成熟一点。从生孩子说最好，女孩子最好早点结婚，对吧？20岁，她那个年轻力壮，带孩子，抚育孩子，她有精力，要抱孩子、背孩子。另外呢，生出来小孩也比较健康。从女孩子本身来说，是。 24岁，不要超过25岁吧。我认为24岁。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要生育，所以年龄这个24岁正好呢，经济上已经独立，然后事业已经基本上已经稳定。24岁不是大学刚毕业吗？你觉得差不多了？就是职业锚已经抛好了。所以应该志向。 自己的职业的这个方向，应该是已经明确了，特别是小姑娘，这个年龄，就是生孩子啊，什么是最佳的？如果说对您的小孩而言，24岁结婚，您觉得就是现实可行的吗？可以创造啊。在中国有一个词语叫剩女，您如果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剩女的话，您会怎么来解释？我觉得剩女啊。 在我的这个观念里面，就是可能要求比较高，就是高不成低不就，那么就是错过了最佳的婚恋时间，年龄比较大，所以叫剩女。剩女嘛，在我角度来说呢，这是人家添加给她的呀，她们也是没办法，就像吃饭多剩下的菜一样的，变成就是。 就是什么剩余的多下来了，应该感觉上应该30之前结婚的，那么现在变成35了，那就是找起来麻烦了，多余的剩下来了，就是剩下来的意思。其实就是难度大了，再找男朋友，你到30岁以上、35岁以上再找男朋友，你看男的都结过婚了，要么离过婚了，那人家一般也30岁之前结婚了，你再找就相对来讲。 比较难了，那就变成剩下来的了。你叫我说真话还是假话？说真话肯定老了。那我跟那个说很现实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说女生能够35岁没结婚，还有她的也要就是讲要看她的家庭，她的爸爸妈妈应该要关心她的话，应该很早就要提醒她了。你到35岁，真的说黄花菜都凉了。 能方便透露一下您几岁啊？我36岁。您结婚了吗？没有。您作为一个这个在中国的女性，您觉得您所碰到的最大的压力和挑战是什么？而且这种压力和挑战可能是男生不会面对的。压力和挑战，就是社会上会对如果女生大龄的话，会对有更多的想法。 觉得是不是这个女生不好呀？是不是她那个经常出去玩呀，才造成了什么大龄剩女？要么就是要求特别苛刻，特别严格，会有这种的一些想法。
或者要么就是是不是有什么病呀，这不才导致别人那个嫌弃。您可能会被某些人就认为是在这个族群里面，您自己介意吗？我不介意，这是现实。我虽然不开心，但是我能接受，因为这是别人的看法，这是社会通常的看法，能接受的。方便透露您的岁数吗？我30岁。OK， 然后您结婚了吗？没有。就是在我们社会里，往往会觉得说单身女性在什么样的年纪好像是应该要结婚了。25岁到30岁之间吧，可能30岁在父母看来就是有点大了。22，超过22应该是属于大龄了，晚婚之类的。真的吗？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我们家是属于比较传统，然后不算在一线城市比较小的一个地方，我差不多是19岁家里面就开始催婚吧，22岁之后，然后就会定义成是晚婚。以您老家的标准来说，25岁这条线，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就是现实吗？我觉得在老家的话有可能，但是在上海我觉得不大现实，因为25岁其实，年轻人压力很大，包括要买房什么的，我觉得还蛮困难的。我觉得是经济压力，还有就是思想上，就是可能不一定成熟了，有的还在读书，甚至。您自己会觉得说几岁，如果我考虑到未来要结婚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纪呢？反正30岁是不可能的，但是至于具体几岁，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去抉择，很难说，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对，所以我不太认为30岁是个坎，又或者说我定什么年纪就什么年纪，我觉得不管什么年纪，只要我开心就好了。就是我应该算传统型的，但是我不会说一定要在几岁结婚是合适的，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遇到合适的人吧，不能说为了结婚去结婚吧，我觉得。我们这些外国观众不太了解相亲角是一个什么地方，干什么的。人向他们稍微介绍一下相亲角。相亲角不都是父母认为就是家里面有剩男剩女的，然后大人去替小孩子征婚那个地方吗？然后每个人都会，家长都会把子女的信息打印出来贴在那个雨伞上面，然后就像出售某件商品一样的去向大家去展示自己家里的这些小孩，然后被标出那个物质全部被标出来，然后就是很物化。然后如果我们假想一下啊、假想一下有一天这个你爸爸妈妈也在那里用了一把雨伞把你的个人信息、学历、月收入张贴在上面，希望可以帮你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你会什么感觉？回家吧，把他们拽回去吧。我觉得有点不大可接受。不大能接受。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对算是对自己子女的一个不尊重吧，他们如果是征求我意见，那我肯定不会让他去。所以就是您觉得这样的一种相亲模式之下的成功率会高吗？我觉得不是很高吧，因为我同事前几天去了，他妈就把他放进去了，放就是包括什么房子啊，然后就遇到好几个，也不能说是骗子吧，就是有一点不是很，就是说目的不纯的这种男生，就这个样子，我觉得成功率是比较低的。作为女性，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国有一个更高质量的生活，这个社会有没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去改进的？我觉得一个是比如说刚刚说那个包容度嘛，就是希望至少从他的家长本身就不要对他要求比如说30岁一定要结婚这种，然后家长愿意给一个包容。同时社会上的话，比如说像工作刚刚说的工作单位不要对小女生的那个年龄啊包括什么的有太大的歧视，还有就是包括自己，就是我们想介绍这个女生去给别的男生的时候，男生本身我觉得男生自己也要去找，就他一定要找小姑娘，我看到一些男孩子30几岁了还要找20出头的小姑娘，也不想自己跟他差多少岁，还有男生自己本身也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他就不愿意去看同龄的了，这也是导致同龄的可能会剩下的原因。If you found our perspectives interesting, check out our previous student interview series on Japan and Korea.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as always, stay curious.